一起吃早餐。你想钓到鱼，就要先喂我吃早餐呀。只想吃甜的。甜的东西吃最棒了。啊哈，耶！就这样子，自己来做做看吧。耶嘿，甜甜的东西让人无法抗拒。猜一下。
时间了。口腔保健真是一门大学问。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